一样，根本没有接到球过，就是杠杆。那传球正好在我面前的跑线上面。哦，这个传播才发现，刚刚讲好，恐怕要修正，教练动作是对的，因为它是比较平，没有高起来，所以对方是有发现，有飞身处机会的。上半身很用力打。代表就是他应该也意味到后面应该要换人，确实有这样的基本感觉。他刚才是看到红雀队他们防守的一个布阵，所以他想要偷点，偷点。